这辈子长等你太多不客气，爱恋始终如一。我的爱恋里面太多考验，近在眼前又犹豫不决。幸好当那兜兜出现的第一时间，已经被我察觉。我的兔子好可爱啊！别太埋怨，幸好约好也不计前嫌。让自恋纠结、抱怨、考验都变成红线，把你我紧相连。一百天地界的天。是将真心看清，三瞬间或许已经定下誓言，四季不分离，无形之间都隐忍的灵犀，了解着为你无二不比。其实虽然如少年时一见到你就会动心，一百天一些天地测了你，两不一草字相思不离，三千如水我只愿去一瓢你用一生。见面加一份小菜。好嘞，您稍等。你笑什么？你一定没来过这儿吧？这是北街，是静安城老百姓居住的地方。我第一次来这儿吃面，还是锦明带我来的。您二位的面好了。老板，这肉酱可比去年秋天多多了。那可不，当今城主圣命，这北方的仗啊打赢了，哎，咱老百姓的赋税也减免了，这以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。哎，您二位慢用，我先去其他桌招呼了。嗯，好吃。我之前啊，还傻傻的搞不清楚这赋税和老百姓的关系，让这些老百姓白白吃了一年的苦。怎么样？就是有点辣。哥哥，嫂嫂，这房子就交给你们了，那我先走了。没事，常回来看看。好。哥哥，这房子可花了我300两，你回去的时候记得给你可爱又踏实的弟弟报销啊。什么东西？哎呀，相公，你猜这个是什么？嘿，生火用的。错，这是我的犄角。开玩笑，这个是城里的女人们瘦脸用的。嗯。你不好奇那个是干什么的吗？酒呗。打开闻闻，有没有小树林的味道？嗯，这是河水。你买河水干什么用？我不知道啊，
但是买三赠一，我觉得我不买，就是亏了。哼，还有这个，你猜这是什么？小锤子。锤子？嗯，锤子又能干什么在这儿？这可以砸核桃呀。你一年都吃不上几个核桃。谁说的？我这次就买了很多。哎呀，你这个败家的呆头鹅，快点把姑的钱袋还给姑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哎呀，好痒好痒。哎呀呀，嗯，走，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。啊？哎，好可爱呀！哎。